市长夫人的秘密重要的几位演员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首先欢迎的第一位是我们的陈建大师，欢迎张韶涵，韶涵好，欢迎 Miu Miu 柯佳嬿，欢迎连奕琦导演，以及我们的市长马志祥，杨市长好，好来，请演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 从导演先来好了，导演。大家好，我是市长夫人秘密导演连奕琦。连导好，下一位佳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佳嬿，我在电影里面饰演的角色是经纪人 Miu Miu。Miu Miu小姐，好，下一位。少白。对，我是陈建。今天没有陈建来看陈建演戏哈，来，小马。 各位市民好，我是马市长。哦，真的很有市长的派头哦，所以要不要那个代理大家一句那个竞选口号？来了，停车位不用钱。还有什么用爱发电是不是？用爱发电。我们用爱跟关怀去推倒那道墙。非常的好，掌声给我们的市长鼓励鼓励。当然，我要问一下这个演员们跟导演哦，自。